重要。明年是200，现在是199年，明年是200。我们为了它好看，我们要200年在台湾的霞海城隍庙好看，一定要做什么？你们要跟我一起要求，老师过来搬好不好？我叫我来，哦，是安尼，是，哇，这代志足大啊。好的，其实今天我就是谢谢文文姐了，那也今天也感谢这个文总哦，他们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跟文文姐很久没有合作，今天又再次有机会，我想跟贤红也要波比了。提到明年香火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好，重演。只能演得比我们前几年对更好，所以这个我再来跟他讨论一下，应该什么方式，然后应该怎么演，就是第一，爱我想既然刚要点演啦，咱一定爱带出咱在地咱即搭位啊的所有的这个特色，对，这特色，这个啊，这个列为明年重要演出。